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他做的，就这一款看似很大，然后看似也没有什么食欲的一款蝴蝶酥。而且昨天我一个人，我把这一整个吃完了，我没有让嫂子，就我老婆吃一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下来的时候没有了。因为他下来的时候我没忍住，那电影还没播完，40分钟的时候我就吃完了。吃完了以后，然后我给他形容了这东西到底有多好吃，然后他说啊，那我尝一个吧。结果家里就这最后一盒了，就没了。我说你如果吃的话你就没，我说今天你可以尝，所以他还没吃过。对，然后我告诉你啊，首先你看一下它的包装，我当时没注意，就非常简单，一个银色的袋子，很有韧性，这个袋子质量比很多的垃圾袋都要好。然后我告诉你一下，它比较细节的是它里面做了一个像是托盘一样的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就像是一个，真的是在一个米其林的餐厅，然后拿一个特制的银色的盘子放在这个里面。然后它的用处是什么？哦天哪，这个盘子加这个袋子，就是你在吃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你就是咬的时候，你爆渣掉在身上。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一个味觉一个口感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来源于这个东西真实带给我的画面感。 OK，吃的时候我是拒绝巧克力的，而且所有人你在吃这款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从没有巧克力这边吃。跟你讲一下，我吃到的时候我震惊了。为什么？那一款小的蝴蝶酥它只是酥脆焦香，它做到了这四个字，但是这一款大的蝴蝶酥，你在吃的时候，首先我对酥的理解是酥的东西就是碎掉了变成渣子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化开就消失了。但这款最神奇的时候，你吃下去，它在酥脆的同时，这个渣子你仔细感觉它没有消失，它化开了，但是它们中间有一个东西在连接，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。直到你咬到最后一口把它咽下去的时候，所有碎掉的渣子都在你口腔以一个就是那种，我真的以一种就它变成了一个糖做的煎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从酥脆化零为整了，然后变成一个就跟一个焦糖的饼似的，在最后那个口感存在在你的嘴里。它不是咬下去化了以后什么在你的牙缝在哪儿，然后嘴里都是渣子或者很干，首先你吃下去没有任何干的感觉。我想吃你等会儿，等会儿再吃，我先干上。你没咬一口，哦天哪，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那种感觉。哎，我的心声就我没咬一口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说的几句话是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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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来了？那个味道来了，那个层次来了。哎，然后我告诉你，你先尝一下来，你先尝一下，看里边什么。你真实的尝一下，这是他第一次吃。哎，他做那个酥这么都是竖条状的，他不卡牙，完全不塞牙。他们拿那款桃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咱们吃的觉得包括那麻花跟这个比的话，那个真的太地地了。这一款我能够单独为他做一个节目，说我今天开直播，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联系，你就给我联系这一款大的，都不要联系小的，就这一款蝴蝶酥就可以了。这款蝴蝶酥我吃完以后，我吃完一整个，我给他的评价是人生在世一定要吃一次的蝴蝶酥，就是我给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个评价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人生没有那种糖粒的味道，没有传统的蝴蝶酥在表面一定会有一层白砂糖，对对对，你不管怎么做它为了提甜都是那白砂糖。感觉你吃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感觉，焦焦，你肉眼看不到，
你的嘴巴也感觉不到，嗯，但是复合的这个味道在最终告诉你它里面不知道它怎么处理的。你记住，这是一个米其林32星传奇的人物他做的这个配方，嗯，然后最后我上网查，包括我查了他上海现在开着那家餐厅，嗯，那家餐厅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开的，嗯，很多人又说啊又是你朋友，我今天联系他了，他应该现在要看直播，他父亲开的那个餐厅，然后这是等于他们代理的这个品牌。我说下一次我去上什么海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帮我约一下你们家餐厅，他之前邀请过我没去，我说一定要订一下那个餐厅，我一定要去尝一尝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你觉得这样就完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不配让我做一个节目。你吃过这半边，你尝一下。我尝了。我这么不爱吃这种巧克力的人，你先吃一下。看到那个眼睛了吗？看到他的瞳孔了吗？放大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当……不，我讲下去，我没有尝到巧克力。我先没有尝到巧克力，然后它这不是一层一层的吗？一层层的，我在咬它的时候，我感觉那巧克力化在里面之后，有点像吃千层饼一样，就是一层巧克力一层饼，一层巧克力一层饼。它不太会形容啊，嗯，我告诉你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。我昨天每一口吃的时候，我都在惊艳，就我说为什么巧克力是这样？传统的所有巧克力涂层，你吃的时候要么是脆的，要不是粘的，嗯，要么就是小时候吃那种威化饼，它不化，因为它不是好的巧克力，它是用可可粉，嗯，然后加很多东西调的。这个巧克力当时带给我第一的感觉，我形容一下当时那个感觉，就我吃下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天使脸庞，魔鬼身材，身高1.7米以上，处女座，并且对你绝对是100%拥有那种我的心里全是你，就是100%爱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完美女性。她在做早餐的时候用熬的巧克力酱，而且是用餐刀帮你非常精细的薄薄一个，哎，对对，就是巧克力酱那个味儿，薄薄的涂层给你抹在这个饼干上的。她不是用机器那个东西啪附一个膜在上面镀上去，不是，它是抹上去的。所以你在吃这个巧克力的口感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到巧克力存在的这个硬度，对，就是跟它不搭的这个口感的感觉，但也没有那么糊嘴，有没有巧克力的糊嘴？完全没有，粘牙糊嘴，就是满满的幸福感，就融在一起了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时候吃甜品，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个热量还有健身是什么要求吧，我一个人昨天吃完这一整个就根本忍不住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看到它这个坚果了吗？什么叫米其林的享受？它如果把全坚果涂在这上面 low 了，为什么？坚果外面是有油脂的，你吃多这个脆度或什么它容易腻，它只在这个边缘这半边撒了一点点，为什么？它是让你在吃巧克力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，首先外层是一个口感的感觉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就在你感觉要腻的时候，里面的又没有坚果了，它又会有一个变化。